超人气型男团体 Special 成员以伦、Teddy、陈翔日前出席知名三明治品牌活动，三位成员穿上白色上衣帅气登场。为了与粉丝亲密互动，他们还挑选了幸运粉丝亲自为他们吃三明治。其实我还蛮紧张的，因为平常不会有喂女生吃东西的机会，所以刚刚其实有点小手抖。手抖吗？对啊，就有点夸张吗？有点微微的紧张。我觉得你的那个比较像哥哥在喂妹妹。对，可是就平常也不会有这种机会啊。哦，那你的像是谁喂谁？我的像是就是喂粉丝啊，我们的都很像。我的有点像是喂小孩。真的假的？因为他刚跟我说那个面包很硬嘛，然后我就把手压上去，我就帮你把面包压软一点，好不好？然后他就咬了一口。我那个是跟我讲说不敢吃香菜，不敢吃香菜，只是他就一直叫我给他吃香菜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说我为了你，为了你可以吃一个香菜，我没有办法。有 Special 亲自喂吃东西，粉丝效益完全藏不住，面对不敢吃的食材也能吃下肚。那 Special 的团员们也有不敢吃的东西吗？我就是香菜啊，就是我的一个大忌，无法吃香菜。然后还有肝肠类的东西。对，就是什么粉干啊、内脏类的东西，我就比较少吃。你呢？我是芋头，芋头，因为我小时候幼稚园每天都煮芋头稀饭，我有一天就吃到吐腻了，就再也看到芋头我就不敢吃，对，我也不敢碰它。对，就是芋头。Teddy 呢？那个我完全没有。真的吗？我完全没有，没有一个食物是让你觉得哇好难吃，完全没有，好像真的没有，好像真的没有。我超不挑食的，随和的 Teddy 棒。因为我们这个团有一个伟静，他什么都不吃。他超多东西都不吃了，所以从小就不吃，还长这么大。对，所以他的东西都是丢给我们吃的。伟静躺着也中枪，不过这也可见 Special 团员间好感情。眼看5月21号、22号的演唱会即将到来， Special 也紧锣密鼓准备中，就是要粉丝们好好期待一下他们精心准备的 Special 啦。